我的天啊，对，好了，哦，开始了，我语无伦次了啊，闭麦啊，哎呦，这到四十五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嗯，好。哎，别好，没设置好呢，咋？来，哥哥姐们，大家都谁在？都搭把手，帮个忙！感谢我萍水长姐，感谢北京王哥，我们这个努努力，看看能不能拿到前两名。是吗？我设了一万。哎呀，咱们尽量拿到前。打不上去，我瞎设呢。嗯。来吧，家人们，一起小星星。老周的绝活有了有对，咱们这就玩的挺好呀。对呀，你看，娱乐性强，花小米多多好，哥几个天一人先给他补上一万个，兄弟们来。哎呀，给榜上哥几个，我要发福的，点个关注，兄弟们。给榜上大哥，我和狼哥几个人点点关注。该说不说呀，我饿狼哥，哎呀，这几个都来了。你看，饿狼哥、海阔天空、弹幕、广寻姐、文不咬、丑牛哥、莫名哥，这都是熟面孔，兄弟们。哥几个没关注的话，给榜哥点点关注。还有重山哥，哎呀，你看，还有知音的意。哎呦，这老哥几个都破费了，兄弟们，今晚上辛苦兄弟们，辛苦兄弟们了。哎呀，来，看什么？就一万六了，兄弟们，来，整首歌。刷嘞 ！Are you ready？ 大大的，大大的 ，music 破，滴滴咔嚓，啪滴滴，啦啦啦，啪滴啪啦啪。所有兄弟们。先把这个什么呀，对，哥几个也不用整大的，兄弟们，整一个小心心，来，出来 ，Yeah， come on， so far 嘞。
欢迎我广勋姐，荣升十六级。哎呦妈！感谢我广勋姐，荣升十六级，兄弟们。感谢直播间所有兄弟们，辛苦了各位！三万个兄弟们，哎呦我的妈！恭喜我广勋姐荣升十六级，破嘞破嘞，三不漏嘞！八家人辛苦了，兄弟们，够了，都收，别刷了，兄弟们，到时间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该说不说，兄弟们。这个参与性真好，谢谢我九儿哥，哎，九儿哥您可是出了大力了，谢谢，感谢我边奶奶，谢谢以往的旋律，感谢二四六八哥哥，感谢骗陌生人，谢谢发哥，感谢春燕姐，感谢赢在坚持，还有风舞清扬哥哥，谢谢百度，兄弟们看看多少人助力，送小红心的肯定每一个人都给月明送了一颗小红心，三千人助力，时间关系我们就卸到前三十名啊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好，感谢大家，感谢我和八戒输了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还有我们成为哥辛苦了，谢谢输了，感谢感谢关注啊。家人们，我有五霸气帅，谢谢大家，哎呀吓死我了，哦，哇塞，咱们是第二名吗？飞飞，哎呀我的天，说你出的这什么主意，弄完了却不是咱俩输了，不可能，咱俩输不了，不可能，来报数，我还不到一万呢，我才七千多，我是四点二万。飞飞飞飞，你说不是，这大哥不是不会送吗？有人，我教会了呀。啊，不是，这大哥，那你撒谎。这个人只一个人只能送一个，叫人气助力，这怎么的？就是这个。你少来。啊，那我问，来来吧。有人干什么？八点二，来什么？干啥呀？干什么？都怪你！就是啊，你财神哥，就是愿赌服输，不能滚蛋啊！有人不是你让我干啥来着？你看，教他们撒娇，忘了。教什么？咱俩输了还教人家撒娇呢？教你撒娇，那个菲菲。我都说了很多了，刚才我是不是说了？咱要输赢得教他们俩撒娇，你现在已经够了，你学一个让他们俩学，能学会学，学不会咱可以让他一把，你整你整。来吧，我来给月明撒娇好不好？哎，月明可以学一下的啊。你给飞哥撒娇吧，你俩互撒吧，我和月明来学习着。对，关键跟你俩互撒，对。月明，好不好呢？求求你了，拜托拜托，月明，行不行了？我不管呀。月明，我麻呀，我爱你呀、啊，月明，哎、你最好了，月明、啊，人家要吗？月明，跟我回家吧，月明，不理你了，你讨厌了，我的宝贝，月明，就要就要，人家就要，不理你了，月明，你好讨厌，你骗人家。你说你家大哥不会点击小星星，可是你小星星点到十万了，打死我们，疼死了，月明，你过来嘛，月明，你讨厌了，月明，求求你了，月明，我要走了，好，我要沦
现了有人。欢迎我海景哥，海景哥你早点来呀。哎呦我的妈！菲菲是咋的？又没跟，就是没喊你名字。这文文姐的撒娇魅力就是这么大，你看没喊。真的，我觉得全网就是文文撒娇还好听，可好听的感觉。我仿佛，我跟你讲，我在现实生活中我一点都不会撒娇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仿佛刚才我是对月明说的话。哎呀，有人，我差点没控制住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来，接下来开始我们菲菲给文文撒娇。不，你弄错了吧？人家文文给月明，我给我海霞姐撒娇。太好了！这个吃狠，兄弟们，他撒娇是那个，就这种声音就是特别亲切，兄弟们。要我媳妇要跟我这么说话，我……哎呦我的妈！八姐哥，小心我们海峡姐胃浅，她容易吐，你悠着。放心，我高冷，霸气。嗯。那个曲儿，哎，我，你给我点词儿来，给我点词儿。啊，教一遍。这个词儿我教你，你就度娘，你就撒娇八连，上边啥都有。啊。啊，度娘是谁呀？丈母娘。对你丈母娘，嗯，丈母娘是什么意思？兄弟们，丈母娘，你的总丈母娘，怎么撒娇啊？我哎呀，不说词，自己想多好，自己想，哎，嗯嗯，哎呀，把那个声音提起来啊，声音，这怎么回事？就是稍微嗲一点。霞霞就这种，知道吗？就是你一个就是霞霞，这声音。啊，对对对，霞霞，霞霞，有人。感谢八大人。是阿弥陀佛，贫僧又破戒了。OK。不要录屏。哎，咱们公屏里全屏走过这个表情吗？多好。录屏，我拉黑了啊。哎呦我的妈！Please don't fake it. Show me what you're all about. I got wasted learning how to let it out. I can't take it. Kiss me with the lips of doubt. Please don't fake it. Fake it. Fake it. 好不好嘛？小心你呢。我刚撒了，你不早点来，给我点吧，一会儿。输了，什么玩意儿？谁？刚才是哪头猪？谁？谁踢了我一下？来了一个猪，谁踢了我一下？哎呦我的妈！谁推我一下？刚才谁上了你的身？刚才谁上了你的身？快把他打走，用筷子给夹走。阿弥陀佛，贫僧破戒了 ，sorry，I'm too sorry 了。阿弥陀佛，哎呦我的妈！哪个？把这公屏上给我清了。我觉得这要是让我和月明撒娇，肯定没这效果。赢对了是吧？这真的是对了，这弄对了。我跟你们俩说，今天还好是菲菲跟我一块输了，不然你要让我跟他撒娇，他今天晚上估计又睡不着了。啊！我那天晚上给我撒娇，我气死了。我手机录屏了，我录屏，我家一听，我第二天我尿床了。哎呦我的妈！
那既然我别笑死了呀，我俩整完了，该到霞霞和明明了，来对着我来，好不好嘛？不撒，摸我一不着你啊！下次输了给你们撒娇嘛，我们赢了还撒呢？行，我的气得挺大，那别撒了，给我们唱首歌，唱一首爱情的歌曲，表白的歌曲。谁？表白的歌曲。我谁呀、啊？我、啊。刚才谁打的？谁打的最多？谁？月明最多。月明最多。妖怪，来。我最多。给你咋了？给你还表白歌曲？哎呀。随便。都要唱表白的歌吗？没下次，没有，对，咱就是才一句，喜欢好听的给大伙找。别笑了，兄弟们。来唱这个，哎，送给我们的花花猪，好不好嘛？我人家要嘛，这个词儿就不好。哎呀，唱个小甜歌，哎，唱什么呢？花枝哥哥，你看那片桃花好看。我不看，我就看你，就看你。牵多了手，我老猪不想让你走。啊，不想让我走不行啊！这两位女施主不同意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忘了，海霞姐又该吃醋了。我才没有呢，我才没有。姐姐，你刚才看了我一眼，你瞟我了，人家心里也发现了呢。有人有你。唱一首八戒喜欢的歌吧，一天天
月着月，望着月宫里的嫦娥，看到没有？想着念着，我就给你唱一首望月吧。看到没有？我就喜欢看月亮，月亮里面就是好，望月。嗯，月亮里面有月明，是不是？哎，看这句话吃醋了，月亮月，看到没有？又得哭。啊！有人，海霞姐，你这个直接结束的太厉害了，我以为你得中间把它唱完。不是，我就完了呀。那个谁，菲菲，文文，我是唱的那个3:47这个版本，它就是短的，就是短版的。就唱完了。太长了，我们菲菲。受不了，没事，那我这样吧，我唱你。我到我了，别抢我。干什么让我最后唱啊？我现在就我刚才我到我了，你这等我唱，他刚才想我，你看到没有？告诉你们不让你们瞎掺和掺和，你们老捂脸笑，吃醋了吧？哎，你其实啊，别看月亮了，我想告诉你，我想抱你。有人一个都跑不了。为什
怎么爱情这么折磨我？我爱的人他不爱我，我爱的人跟我这么大的距离。海峡，你别走，你可知道猪爱你。月明干啥？你也别走。不行，我得走。你可知道我想你。不知道，千万可别想我。微微，哎，你别走。我得走。我一个人哦，你们三个都别走了，我一个人不空虚，看着你默默流泪多委屈。我知道你对我太在意，咱们四个走在一起不容易，怎么能轻易放弃？我要抱住你，我不让你走。魔戒哥想你了呀！啊，魔戒哥一直要给你送这个，他什么意思？他是准备把你带回家，他把你带走。他现在挺难，为了我变性了，老想给我飞皮，我不理他。哎呦，魔戒姐姐，你要控制住你的欲望，我跟你讲，争取把魔戒姐姐拿下。哎，一会儿。
哎，这个三五，有人，这个挺丑的，这个。哎，三位，三位 ，baby 不是 ，baby 是英语。我还没唱呢，干好嘛？哎，我知道，我让人见笑了。刚才他嫉妒我，一看我对三位姑娘动情，他都打压我。他吃醋了。哦，对。然后就把你变得那么丑。来，来吧，你们都唱爱情歌，我唱个不一样的行吗？唱一段吧，啊，要不时间太长了。在茫茫的人海里。我是那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，我是那一朵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，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，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。我是那一颗在通往宇宙的征途中，那无私拼搏的就是我，在共和国的星河里，那永远闪光的就是我。
对，好好，你好，你谢谢谢耽误大家时间了啊！不耽误，不耽误，这样的歌曲才能勾起我们中华儿女的一种特别特别好的感觉。谢谢谢谢，咱们家人这一局高端局，兄弟们成不成功？兄弟们，你们得不得劲？有人。哎呀，行，那行，那我就走了。刚才月明，海霞，文文，别吃醋啊。是谁的醋呀？是我的醋呀！我老花心，我这么样，我亲你们一口吧。我走了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啊！看月明故意不是问问故意的来脸撑过来，没事咱俩别这么人笑我。嗯，一会儿喝喝喝，走了啊！喝啊！拜拜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呦我的妈！七零五四三二一，嘿，哎，这个表情，我要给官方打电话把这个礼物给我出掉。这么样啊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歌手来到我直播间的兄弟们，一家三口来的，我哥和我姐还有我姐我嫂子俩带孩子来的兄弟们，就想让给我们唱首歌，一个歌手兄弟们行不行？得劲是吧？这个歌手是个小姑娘，小女孩，才今年才十五六岁，兄弟们，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个好侄女，唱的特别好，就想让巴家人给她曝光一下的兄弟们，唱着来，我喊她来啊。一二三四五，来哥哥哥你来，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好，来，别怕孩子，我们家这帮叔叔阿姨都喜欢听歌，没事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对，这是我哥，爷俩来的，今天你看打个招呼来。Hello。说话，叔叔阿姨好，各位叔叔阿姨们好。啊好，这样啊，从歌曲上认识他，兄弟们，这个姑娘你看，等会儿你想来首歌？嗯，可以。想唱什么歌？来首《伤疤还没好就忘了他》。这首歌好啊，伤疤还没好。是的。就是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疼，这首歌特别。对。这首歌挺狠的，来，娜娜好是吧？这是我从小看大的一个侄女，现在也玩抖音。你听兄弟们，你听唱的怎么样？才艺特别特别好。来，我给你就是哪个伴奏？这个，然后加一个。啊，好，来拿麦克风。喂。你试试叔叔这个效果怎么样？啊？来，试试叔叔的这个音乐怎么样？来，打开唱。喂，你有分享吗？我觉得又变了，我好像与你相拥，伤也没变得聪明，我在夜里听着风，可是你在喊我姓名。今晚的酒有点浓，多少杯才能回到曾经？说的话烈的风啊，一见到你就心动就空洞，所有委屈都自得无影踪，伤疤还没好就忘了他，就忘了你表情的僵硬，还要问还要听，所谓输赢都不及你身体。
兄弟们，感哎，别刷礼物，不是，别送礼物啊。不是这个莉莉娜娜啊，别，我以为那什么呢，就是55.3，兄弟们，就是不用刷小礼物，棒棒糖就行，别整那么大。就这个莉莉娜娜，兄弟们没关注的话，给我大陈就点上一个关注，兄弟们，等会让他爸给你们来个颁奖传话。他爸爸是我老朱。我老朱最喜欢的一个唢呐手，我以前我俩在民间吹唢呐的时候，就是上活演出的时候，吹得特别好。其实这会人不多，14000人，兄弟们，咱给娜娜兄弟们榜三，咱能听到我讲话的兄弟们，没点关注喜欢听歌的话，想给孩子一个机会的话，兄弟们给孩子点上一个关注。我试一下8000人能给点多少，兄弟们，现在是55.3，现在14000人，兄弟们，直播间所有的兄弟们给榜三这位孩子。他们关注兄弟们，我试试啊，55.3，兄弟们，三个数，兄弟们，3、2、1，点关注。对你这样哥，你哥你发个福袋，你别刷礼物，你发个小福袋就行，发个小福袋。对，今天从安徽啊、特地来看我，真的，我俩好久没见面。那时候小的时候，娜娜还在怀里抱着，你想十几年过去了，那真是挺好。对，就这个榜三兄弟们，你们福袋加个涨3000是吧？咱能不能破个整，兄弟们能不能破个整？怎么关注？在榜三榜哎掉啊对，现在是榜三，对，看发福袋的兄弟们，没点关注的话，喜欢才艺的，喜欢听歌，这爷俩唱歌，还有我嫂子，我姐嘛，他家三口都是有才华的人，吹拉弹唱，嗯。你们看才艺，你就听听怎么样？什么叫高雅？点了没有，兄弟们？现在在榜四，点6是吧？还差4000，兄弟们，能不能给咱孩子点到56万？兄弟们，点关注，兄弟们，点关注，兄弟们，点关注来。对，榜四，这样。啊？八戒太牛了！不，今天他们喜欢，因为我这帮粉丝群体啊，娜娜就是，叔叔都是。连老叔叔也都比你爸爸，我们都有大的有小的，他们都非常喜欢听歌，喜欢听唱，嗯，就喜欢才艺。这姑娘，哎呦，我等我接个麦啊！哎呀，大哥，下播啊！我看你脱去行囊，我就知道你快下播了。大哥想我了，那肯定想你了。哎呀，该说不说，大哥我挺难，大哥，咋啦？哎，现在我不想演猪八戒了。为啥呀？一演猪八戒，这连麦的这些主播老想跟我约会，我烦得慌。那个什么，你是在给大哥炫耀？没有，哥哥，把你大哥气死就得了呗。没有，其实。原先我的口号是抖音不倒全是龙首，现在都是八全是八。不，大哥，我现在又出新题了，抖音美女千千万，八戒的媳妇占一半。那剩下一半就是你大哥我的呗。对。行，大哥，那个什么，哎呀，我就那天大哥，我知道大哥，你这带这么多人来看我，吃饭就走，我挺生你气的。哎呀，没有。真的，其实大哥，真的，我看你忙，我真想，我那天撒谎儿子，我真想问你干点活。你这帮徒弟真的太好了。我说良心话，这些主播兄弟们，这些主播家的这些徒弟，我见的挺多，谁都没有我龙哥家这几个徒弟好，真好。说我想干活，那整的比我都客气，你别啥，真的，我，哎呦，咋说呢？互联网我最佩服的，虽然我大哥身高1.34米，可能说在别人眼中可能说我也不怕大哥他们就是啥，可能说就是那啥，我在我心中大哥的情谊是我永飞白眼永飞这辈子我佩服的，有啥事哥你说话就够用，哥我也是最喜欢你的，真的，谢谢哥。你说你大哥何德何能能认识那么好的一个弟弟？哎呀，你这整的你怎么？你我有啥？你来我家连口饭没吃，我真的我心里老不得劲、哎。吃了，吃的挺好。能看到大哥结婚，我说真的也是我挺非常高兴。嫂子呢？哦，今天给你嫂子闹了个不愉快，在床上闹别扭呢。闹别扭呢？
你的不、啊、你的不对。那肯定是我的不对，只要男人一动手，男人就错了。旁边是咱老母亲，对对，啊、我妈，我这不得嘞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没事那啥，对，多照顾身体啊，大娘。没事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就大半夜了，那啥。怎么样？你这现在直播间怎么样？挺好，我还这样，我还真的那什么走那个什么。咱还不得想办法再圈弄圈弄啊！好好，大哥你是整呗，就你现在都几点播啊，哥？我都中午播，晚上不能打 PK， 我不想播。那行吧，那我过两天有空我也转。你说白天呗。十点多播我就要睡觉了，你说八点播，一晚上只能打两场 PK。你说，我说实话，咱来抖音是干啥的？那不都是养家糊口的？是的哥，是的哥，行哥，那也是，要不然有空我也白天播，但我晚上我也没有人玩，他们，你二弟我吧就喜欢就是搞搞气氛热闹啥的，一整白天没有人。我跟你说，白天我能把你的气氛搞得明明白白的，我给你找几个合适的。有我大哥这句话，抖音上我做件最好的事儿，抖音上我走了一步最好的最不好的一步路，就是我有一个好大哥叫冯阳娃龙哥。我还有个好二弟叫八戒永飞呢。没事儿，反正就是怎么说呢，我大哥能说这些话，这是不是，这可不是敷衍，我这个不像主播那些抛抖包袱接包袱，可不是，我大哥讲的话我听，真听。哪次都是你帮着我，我哪帮过 你好了，你大哥就这么说吧，我刚来抖音的时候只有你第一个说二弟咱一起玩，咱一起整，一起拉着我玩，我有今天，我大哥没少帮忙，兄弟们，真事。我没个帮你，我没不让你认识几个人，主要是你自己有这个能力。说实话，大哥你怎么，真事儿，真你怎么你怎么你就在推我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你不穿八戒的衣服你是金子，你穿着八戒的衣服你就是那闪耀的钻石，那哪个小娘子看到钻石不喜欢呢？这行哥没事，大哥就是你啥，你啥时候开的？我都聊天了，我一看你在呢，我家三万多家们对面是我二弟，没给我二弟点关注的，咱全部给我二弟点点关注。哎呦哎呦，你中午播吧，我这两天有流量，我好能帮帮你。好好的哥，我今天中午都120,000人呢，我做梦我都没想到。好好好的哥，我就白天我就那啥，我就连你呗。啊，这咱一块玩呀、啊！好，好，大哥，行。不赢无所谓，关键是把这个直播的节奏、气氛带给大家。你老二，你老二，我在乎这些东西吗？就是一起玩开心了，真好，玩真好，真好。你就是你啥也不在乎，你就在乎漂亮小娘子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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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我注重输赢小事儿，有效果啥的，一起玩带着粉丝能整的，咱能吃饱就行，别整的那个。长得啥的挺好，我就信任我大哥，我大哥对我好，有啥事儿真事儿，大哥给我发微信说永飞啊，你白天播吧，你个二，你老大哥，我现在啥的说了好几回，我说良心话，打内心里我觉得我大哥，我处大哥我没真没错，真好。不是你白天播有什么好处呢？白天播主要的是啥呢？就是你就是打也比晚上人气高啊，就你这才艺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啊。好，好，对你晚上播，你就是八点播，你八点播，你最多播到11点，就是一个经常的 PK， 也就是10点到11点。但是你这8点到10点会不会很尴尬呢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哥。嗯，好，感谢我大哥，谢谢菊菊哥。那给你当儿子，咱再唱《吉祥三宝》。好，行，就当咱老母亲的面，就别说这个当儿子玩的人笑话。不是你不懂吗？网络啊，感谢三哥，感谢。行，大哥，那啥，你也早点睡，那啥的，就是我就聊个天嘛，等会我也会下了。咱改天看看，我跟 QQ 联系联系，咱中午再表演一遍。感谢大卫哥，感谢。他能行吗？吉祥三宝这块他行吗？我天，QQ 要玩起来，你直播间没有个50,000人，我都
我都感觉我不相信这个事。行，客户还在哪儿？行，那今天这事整事呢，我来个大侄女儿，我一个市郊的好兄弟，他女儿来我这里想看看直播啥的，唱歌唱的非常好，我也给他聊聊天，听他唱唱歌，给没事两个，行哥有空咱们有找你啊。好，你有需要再不需要涨粉的徒弟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没事给他连连麦，你的徒弟就是我的徒弟，嗯。大哥，你没事，你再说你二弟，我就真掉泪了，大哥。我说实话嘛，啊，咱两个八家军那么善良，龙哥家粉丝也善良，对不对？龙家八家不都是龙八一家吗？好了哥，仙哥，好了哥，有啥事儿跟我说就仙哥啊。行，好了，你忙吧，这个你忙吧。好，给咱老母亲那个，我走了，大娘。好，嫂子，你别对着嫂子家，好，刚结完婚，你好好的呀，你。嗯，喊货，嗯，走。嗯，走了走了。好，嗯。全网我就这一个好大哥，我就是一个大哥，兄弟们，就全网就怎么说呢？最起码我大哥把我当做一个好兄弟。真是互联网，虽然说互联网怎么的这个的，我拿互联网就当我的就是。像处朋友一样的，你拿心对人，人家拿心对你，兄弟们，这就是互联网，就不好嘞。谢谢哥，谢谢九十八的兄弟们，谢谢兄弟们，那啥，谢谢哥给我点的关注。他这样，兄弟们啊，17000人那见一下，我见识一下我的侄女，来，这个你发个福袋，咱闺女唱歌好，这样，你再来一首，我让你爸准备一下唢呐，我俩合作有点北角招风，怎么样？行吗？行。你来再来一首歌曲，来首就是你特别熟悉的那歌曲。太想念。这歌挺火呀。我是的。太想念是吧？这歌太想念就是第二个是吧？给大伙唱一首《太想念》，就是唱一半。我俩等会儿等来个才艺，来个活啥的。第二个伴奏。好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啊。对。福袋发了是吧？这个啊，这个是咱的孩子的，来，也是一个歌手，看听怎么样？你们来当裁判。好。那个等会儿你吹不了吗？我就是，你随便吹一遍，下面大家吹一遍，我有啥？玫瑰花瓣一片一片片掉落在眼前。你的承诺一点一点点回荡在耳边，那回不去的缘弥漫了我整片天，爱的往事一件一件件甜蜜的蔓延，你的影子一天一天天拉长了思念，在梦里吻的脸来不到我身边，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，那爱过的心还在祈祷再见一面，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，好比听声风筝断了线，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，你不曾看见那双为你哭红的，想念太想念，某人回首奈何人已远。你看你这首歌唱的都没有掉人，真稳。就这个啊，咱们给孩子点上一波关注。对，这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看着长大的啊，从这么长，我们俩那时候，你我俩那时候啊，是属于什么呀？要饭式的形式的。现在都挺胖，孩子那么大了，十几年没见了。因为呢，以前我俩呢就是干什么活，干红活白活，不怕你们笑我，就属于要饭那一种，带着孩子挺难。那时候还没娜娜呢。啊，有咱俩哦，对，那还没娜娜呢。最后有娜娜的时候抱他，不是明天这个就是演出嘛？孩子在这里啊，就发的福袋，兄弟们喜欢听歌的点上一波关注。你这样没听够是吧？没听够，点关注上再听他唱。啊、来，继续唱。关注上，没关注上，回家的听他唱歌，家里这个放不开。这样拿着啊，紧张。好的，就整几句，咱整套，咱们老来、哎、来，老哥俩，耳机，就现场来、哦、整一个，吹这啊，对，就这里。
对不对，我是村里的。听有没有咱们农村咱们就以前干活的那种感觉啊。来，行了，交给你。来，这是红活，红活啊，喜活，咱今天看到是喜活啊，白活的大活的喜。来，开始啊，开始。白小红，来，好吧，开始来。哎呀，兄弟们，狠不狠？什么叫专业？哎呀，这个呢，按理说要问功底说是我的老师，那也是我曾经非常非常羡慕，就是特别佩服的一个好哥哥，比我大了两岁三岁，特别厉害，特别厉害，从小就带着我。嗯，啊，有点紧张，紧张，撑不起，撑不起，咱俩互相学习。哎呀，现在我兄弟也很牛啊！这感谢这个 RSD， 谢大哥，就破来，谢大哥，那个点观众，谢哥啊！好，这样啊，那点关注了没有，兄弟们？现在是在榜四，差2000到56万，兄弟们，咱兄弟们没点关注的兄弟们，就是想听唢呐，咱呢，我姐也厉害，就是我哥的我嫂子嘛，我都喊姐，姐唱歌唱戏老好了，女儿来整一曲来，专业的来，你随便吹两声都行。什么？就随便吹两声。我没事，我不行。没事，别怕，也很专业。你看，就这个，来，吹两句。你起来在开玩笑，那前面人。就吹几句就行。来，打第一单，对，来。我没事了。来，试一下。这个很好。来，等一下哈。来，你看是不是有才？点观众来。从来没在直播间没敢吹过。来。怎么样哈、啊？有才，谢谢兄弟们啊！对，咱们呢点了5000了，没到的是吧？咱给那个
我哥呢，我哥给孩子点上一波关注，因为抖音嘛，刚开始玩，因为我们俩最早的时候在一起都是这么久，就这个啊，也非常有才艺，就这个没点关注的话点上一个关注，谢谢谢谢。大半夜这饭还没吃的吧？哎呦，你还为了那什么？纪律好，大家点了不少了，不少。没有没有，咱就是什么，咱家都喜欢才艺，兄弟们，咱给现在是榜五娜娜，兄弟们点关注，兄弟们点八，还差2000，兄弟们点到56万，兄弟们你们喜欢看？明哥，你放心，我们家这帮哥老粉吃粉丝嘛，他们都是高端粉，都喜欢才艺。你看，谢谢谢谢，我能感觉到，我每天看你直播。感谢杨哥，谢谢杨哥啊！那尽力就好，不用太对，都点点关注这个啊，咱也不那啥，趁着戏。别这省的，对吧？我不打扰你直播了啊，那你也得等我一会儿啊，快行，好，那个娜娜打个招呼，娜娜，对，给叔叔阿姨打个招呼，谢谢叔叔阿姨关注，谢谢。哎呀，好，你播着啊，好，兄弟们你们玩啊，好，不打扰你，耳机。啊，哎呀，太好了，你看，对，点了是吧？真事儿，咱该说不说，兄弟们，这个互联网呢，其实成就了很多很多人。我不瞒你们说，我没有互联网的时候，我是良心话，咱也都是一样，我可能比你们都很多很多。因为什么？以前我是就是靠这个演出啊，靠这个农村红白喜事儿，我就跑这个的。哎，说赚钱嘛，一两天100多块钱就做这个演出。自从玩这互联网有这么大的成就呢，就是靠着这帮粉丝，靠着这帮兄弟，靠着这帮八家人。每当我快到下播的时候，我都感觉到自己何能有这么多人支持我。所以说呢，女飞呢就是一个，我是一个什么人嘛，你让我自己说，我真整不上来，我也不会吃什么那些没有用的。谢谢哥几个啊，都点了是吧？也是一个农村话大老粗，能想到他说不到。你像昨天一样，这不点7000的是吧 ？OK， 谢谢哥，带徒弟啊。今天晚上就那啥，我们把就也时间问题，这样我把人甩给我徒弟得酒了是吧？这样真的还没吃饭呢，兄弟们，我也这么远带孩子来了，孩子一起来了，咱说良心话。最主要的尽地主之谊，得带孩子吃个好吃的，大半夜啥的。我也想怎么说呢？这样啊，给榜上哥几个点上一波关注，兄弟们也是对我的支持。给榜上的咱家哥自家哥们点上一波关注，我希望呢，越来越好吧，兄弟们。我走我的路，兄弟们你们就看就行，不用为了我的事儿苦恼，得劲就好。我最大的梦想，我最大的能力就是给你们表演节目，就让你们笑，让你们得劲儿。你们高兴，就这样的。咱给我的好哥哥海阔天空大哥，兄弟们没点关注的话，十三级的粉丝团给我哥点上一波关注。在我最需要干劲的时候，哥几个都来了，兄弟们，给我海阔天空大哥没点关注的兄弟八家人，没点的话给我哥破个整，破个4000，我单哥二号麦八家人最高等级的一位好大哥好哥哥19级。我就这么说吧，玩抖音互联网，你播2-3年，播3年呢，都不可能有19级的。我是有过19级的，是为什么？每天这一年了，每天定时定点直播，哪怕忙再忙，手机让我嫂子拿着，他都是在我直播间待着。我的一个好哥哥，47级都是给我自己刷的，兄弟们。好大哥，二号麦，帮我关注一下我单哥，榜三。再有三宝，咱是咱13级的兄弟们，我也关注一下的兄弟们，一家三口都是，哎呀，私密点不了是吧？给我哥点关注，一直支持我。榜四我弹幕哥，大伙都经常见过，都给我哥点上关注，兄弟们都是私密账号，点不上。榜五是我的侄女，娜娜，IS 杨哥，兄弟们点波关注，谢谢哥，都是我这互关的好老友了，还有广寻姐。今天16级，谢谢哥，谢谢姐，给今天的关注。还有真心真意11级的文不咬，大伙都觉得都熟人。丑牛哥、莫名大哥，哎呦，园林哥、Love、冰川温泉、芳香、博奥、称霸、嘉龙哥、金钱是美女，还有咱们金钱是女朋友，点上一波关注，还有好多兄弟们。
都关注是吧？行了，哥几个，这么点，咱把这个明天咱继续唠，继续玩。我希望我的直播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啊！你们能看完一场直播不尴尬不郁闷。这样，我看我的徒弟谁在，我给徒弟连个麦，我把大家人气，兄弟们，你们想看的话，咱去咱徒弟直播间，可不可以，兄弟们？我带孩子吃个饭，这么晚了，还有一家三口，人家都来了，兄弟们，咱得是吧？所以说，咱一定那什么，我徒弟没有开播呢吗，兄弟们？小鱼还没在不在？啊，小鱼在。谢谢哥，谢谢哥。哎呀，你现在别说话，有一种神秘感。兄弟们，这么说，咱家徒弟长得怎么样？你们先去看颜值，先别唱，也别说话，等上来你就唱。咱该说不说，我自重，别激动。有人别动，去咱家徒弟直播间转一圈。今天你整的是什么个表情？就是发不太上我徒弟直播间发，兄弟们啊，什么表情？就害羞嘛，就是可能你不让我说话嘛，你不让我说话，意思就是可能是我说话有点不太温柔，所以说。他直播间之前大哥挺多，四五个大哥，他整谁是我，我是全跑了。他是个什么兄弟们？就是你可以喜欢他，你不可以爱他，你要爱他，他就指着你不放。就你喜欢他可以，你说有求于我喜欢你，他很好。你说我爱你，回了，他缠着你下播，别睡觉，陪我聊天，快点去 party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样的好。我下播了，然后今天那个谁，我朋友来了，带孩子来的，有咱这样把白家人这帮人留住，能喜欢听歌他们喜欢待一会儿，不喜欢他们自己跑。你这样，你用你最高的歌曲，就是讲话也行，给他们先整上一首，让他们看看白家的徒弟每个人都身怀绝症，不是身怀绝技。有人来吧，这边现在多人？现在是2600，去8700人全去，兄弟们，走了，哥几个，明天8点不见不散。哟嗨，哎呀，有人，你看哪个不会诱惑？哎呦我的妈！去，来呀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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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啥呢，大大？我这是跳舞。别晃！别晃！别晃！现在多少人现在？现在是3700。去点个赞，留榜数据，能送个小礼物，送个棒棒糖。再关一会儿，带他们嗨。你等会儿，你发起你那个六亲不认那么发，啊、你整啊！我走了，兄弟们，明天8点不见不散，兄弟们，去 party！ 哎呦，走了。好的，师傅，你忙吧啊！走了，兄弟们。